大家好，我是 Alan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，就是之前啊，有人私底下问我说：“那你们这积分赛后面难道就没有这个奖品吗？”这样子，我说有，这个之后十强，然后打完之后第一名，然后会给他一个奖品这样子。然后人家说：“是什么？”我就说：“不是像其他就是人发什么现金或者什么奖券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现金我也没有啊。”所以这个我就准备了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刚刚到了，好，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噔噔，好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件衣服，好，衣服有什么好吸引人的？大家看就知道啊，拆给大家看，来了，准备了。看到没？就是最强的杂鱼。好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啊，真的是抵过任何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奖品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积极参加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的最后的最终决赛获得胜利，然后穿上这件荣耀的衣服吧。